太极拳实战技技法中，推打叠放、踢靠摔拿、打法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什么是打法呢？就是实战技技中，推打叠放的技术方法。打法就是撒开手把，放开手脚，拳打脚踢，肘击肩靠，头撞膝顶的一种方法。打法就是断手，不断手为推，断手为打。 因此，在打法中，有十点断打、虚点断打、滑点断打、节点断打等等。太极本无法，动即是法。太极的招式打招式是在动中求变的，因此在动中应招破式，而并没有固定架势。但从总体上来讲，伸手足的运动需要用意来引导，既要意领。 又要生化，两手往来伸缩，需翻转自如，灵活敏捷。劲力虽在手，其根在腰，腰的旋转带动全身，两手切记空出空回，手不向空起，又不向空回。无论升起或下降，都要分清把位，起要有炸崩、筋抖弹，落要有。 皆炮横，不管打法也好，怎么也好，但必须要有身手敏捷，用力送打。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腿缘人，在步法上要步法灵活，身法敏捷。在步法上要进前步后步跟，前后步互换，虚实步互为。 左右步互掷互换，在身法上要纵横高低、进退反侧，要在耸肩完成。在打法上，总体上来分可以分为隐化性打法、贴身靠打法、总和性打法以及腿法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先讲隐化性打法。 在隐化性打法里，根据入手的特点，可以分为侧步顺势打、颈部前冲打、高低纵横打、吊步横截打以及螺旋打等等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先说第一个侧步顺势借劲打。下面我们以例题来。 引导，给大家慢动作讲解。对方打过，侧步顺着他的势力牵引，后边补手打出去，这就是侧步顺势打。还可以稍作变化，还是这么说。 这是侧步顺势打的第一个代表动作。第二个侧步顺势打，上面，对方打上来，借着对方上升的力量扛起来，然后摔出去。重来一下，上，走。 这就是侧步顺势打。下一个例子，侧步顺势打，就是对方如果踢过来以后，同样要侧步让出对方的劲力来打，踢腿，快点，重来一下。 站这边，给大家讲解，对方踢腿过来，让开对方的劲力的前锋，然后从后边打过去，顺着他的势力往下打，这就是侧步顺势打。
和它类似的还有一种，如果对方手打上来，怒缝，真的，给大家讲解一下，这个慢动作，对，这个是打上来以后，侧步把步侧开，让开对方进来的前锋，对方的由于让开没打空了，他身体要前倾，然后从后边打出去。 这就是侧步顺势打。它主要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让开对方的前锋，侧步把步侧开了，可以后撤，侧面跨步，然后呢，顺着他的来的势力，从后边追尾打，让开丢头追尾，让开对方的头打尾巴。 你比如，下一个匕首，带刃气的东西绝对不能拿手接。怎么打呢？顺势分解动作，打进来，顺势让开，由于对方力量朝前倾，顺着给他。 让他自己来这个侧步顺势，比如下一个，这也是侧步顺势，这个顺势给大家讲一下慢动作，扎下来以后，顺势一侧步，这一步往旁边一侧。 对，随着对方力量前走，走，就是这个人。侧步顺势。所以从总体上来讲，侧步顺势打，他要求一定要让开对方的力量，用你自己很小的力量，让他自己力量打自己。你比如这一手，如果要在侧步顺势里边带一些拿法或者其他手法。 其方法更妙，对吧？截腕，到时候就这个就掉了。这是侧步顺势打。第二个种打法，就是高低纵横打。什么叫高低纵横打呢？就是在打法中，上惊下打，上挑下截。 横来竖接，左来右迎，总要身法敏捷，步伐娴熟，在步伐上前后有顾盼，身法上高低有照应，这样你才能够打好这一手。因为高低纵横打，它要强调你的身法、步伐，强调你的功夫，稍有差别你就做不好这一手。因此，高低纵横打。 很容易体现出你本人的功夫如何。第一个双峰贯耳，嘿，这就高低纵横打分解动作。对方打上来双峰贯耳打你头呢，你呢避开他，上挑下截，一避开他下手空了还走。 按他这个垮窝，这个部分一按，对方退不出去，就这样。这个呢还可以稍作变化，比如上来朝一边按，同样的，这个呢给大家做一下，快动作做一下，嘿，这一样的，这个大家看出来。 我这个身法上，上要高，下要低，要在一耸肩完成，否则你这个打法就打不好。这是高低纵横打的第一式。第二个高低纵横打的例子，你比如对方说打拳了，看这儿，对吧？他这个例子就。
他这个动作就对方打上来以后，打上来，哎，劈下来，这叫下截，上打。整个动作做起来以后，大家看，这一下是打后脑勺的，对吧？下一个动作，如果这个动作稍作变化。 如果是用腿，哎，同样可以，避开了以后，这么打，快速来一下，嘿，注意，高低综合打，大家看我，身法上，起伏，必须上中下一气把定。 身体上中下一气把定，身手足规矩越说，必须要顺畅。两手切记空手空回，上挑有上挑的作用，下闸有下闸的作用。而且呢，两手切记手死挖拧抓，不能死抓，不能抓死拳。手不死挖拧抓呢，肩背才可活泛，大家可以体验到。 拳头一抓死，肩就要发紧，一般呢要以掌为主，要松活弹抖，全身柔软似无辜，一旦放开全是手，哪哪儿打都行，软的时候全身都要放软，一旦放开全是手，就是这个。高低综合打还有。 就上下手分开走的，比如中盘式，这个很简单，看到没？一起一下，泰拳的中盘式，这个风险动作呢，来，你看上来，这儿打上来，这儿先避开了，上腿，大腿的内侧肉往外搓拧，咔，走。 这就是高低纵横打。这四个例子，从不同的角度上给大家做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交代。下面呢，我们再颈部前冲打。颈部前冲打是什么呢？就是泰拳打法中的另外一个特点——引劲落空，柔化刚发。就是把你的力量引进来，然后借着你力量正面打你，就是让你自己力量。 也顶一份一力量，大家在力学上可以掌握到，对面力量和自己力量相碰，就等于成倍的力量，对吧？第一个双冲，这一腿，大家分解动作，大家踢对方踢上来，让开。 对吧？让开，使对方蹬空，然后呢，对方胸部横100%就进入这一部位了。这时候你双拳打出去，这个双倍的力量一般是吃不消的，对吧？这腿蹬高向上面，重来一下，嘿。也就是说，大家看我的步子，要高可高，要低可低，高低纵横。 好像龙虎飞腾一样，身法必须这样，你才能反映出实在的意义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颈部前冲打，是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是属于双飞掌，对方打进来。 哎，由下压空对方的胫骨力，对方的胸部暴露出来，然后正面将对方发出去，这就是这个颈部前方打。再一个呢，给大家举例子，比如走底锤，对吧？对方是砸自己头，砸，嘿。
这一下打，这一耸肩，大家没看清就打进来了，对吧？这一拳就要把对方打出去。给大家做解释，分解动作，先上来架开了，俩手架开，然后这一手稍滞后于左手，稍滞后于右手，还稍微闭着，在落腿的时候手到脚到打出去，这是颈部前冲打，对吧？这一下打呢必须反映什么呢？腿法必须要准确，腿法如果不准确，稍滞后，比如打上来稍滞后了，力量不足，腿先上了后上拳呢，对方变化过来了，因此的话手脚要随协调，上动下欲随，上面拳动下边脚要随着，下面脚动上面手要领起来。我们可以重做一下，看，嘿，对吧？大家看这个架势，高可高，低可低，必须做到这个。还有一个就是侧步的横锤，这我不能往上，对吧？这个如果打上去，大家给做分解动作，打上去，看到吗？这样，来转过这边，给大家讲，打上来，让开他的拳风，进步前冲，步子往前进，哇，正面打上去，这一下就是，啊，我们可以快速的演习一下，看到没？这一拳，这一拳，对方头部是绝对受，这就是进步前冲打。下一个组别，吊步横接打。吊步横接打就是通过自己吊步让开对方劲力的冲锋，然后从侧面来打，这就是丢头截腰的打法。下面举例说明，这是一个从正面过来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对方冲过来，侧通过吊步让开，然后从侧面打，丢头截腰，就不和他正面冲，而从侧面来打，和第一组动作丢头追尾打法类似，但不同，出手不同，这就是丢头截腰的打法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代表性的吊步横截打。第二个动作，白蛇吐信，太极中的白蛇吐信。这个给大家个正面讲解一下，对方打来吊开步横截，然后上面打头，重来一下，快，看到截开，然后打头，吊步横截打，步子吊开，截开他的手打头，吊步横截打。第三个动作，斜飞式打，踢腿。对方踢来腿，慢动作，踢来腿，避开他的侧面，从侧面打出去。这就是吊步横接打的手法。还有，比如对方冲来拳，吊步横接打。是这种打法，吊开步横接打，啊，就是给大家解释动作，慢动作不过来，打过来以后，让开对方的拳风，让出去，不要碰他的，避开打丢头截腰，截开腰从侧面打，也可以啪，往下一接打，这样打都可以，还可以呢，比如打来，从里手打。可以截也可以不截，对方一打我让开打出去，对吧？十字手，太极拳的十字手打法，这就是吊步横截打。
下一个打组别呢，就是螺旋打法。根据入手的情况和特点，有一种螺旋打法。第一个来着一螺旋打，对方进来，我打旋螺旋力，或者太，这是泰拳揽着一动作。举例仔细说一下，姐打了以后，又闪开他的力量，然后借他的正面力量再给个侧面力量，形成一个力某螺旋出去。这就是螺旋打法。螺旋打法第二个特点呢，对方正面踢来，这个对吧，就踢来以后让开，从侧面也是让这个力去把对方踢的力量让开以后，给个侧面的螺旋的力量打碎。快速来一下，嗨，这是螺旋打。还有一个螺旋打法呢，是对方比如灌拳，横灌拳，快，这个打法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这个具体要点是什么呢？对方打来，他打的是横飘拳，横飘拳送他横飘拳，这面再给他一横飘拳，横飘的力量让他横着出去，旋转着出去，这就是螺旋打法。以上五种概括的起来说，就是隐化打法里边的一种，隐化打法里边的几个代表性的组别，也就是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太极拳的打法。下面呢，我们给大家讲贴身靠打法。在武术里边实战中有一种谚语，远用长拳，近用短打，不远不近凭着挨绑肩靠，用绑着肩部垮靠走靠打。在我们前面控肩控肘里边已经给大家讲涉及到了肩靠走靠的这个，那是在推手里边涉及到如何隐化。这里呢，肩靠走靠是直接用于打法，就直接和对方格斗中用的。那么在这个打法里边要注意到，走靠必须顺势，凡属于靠呢必须顺势打，不能不可强为。顺势和出拳，顺势打和出拳打不一样，出拳打我属于主动进攻，顺势打呢你不能主动进攻，因为你主动进攻往往要吃亏。比如第一个拳，我本来是要打拳，对方捋一捋顺势咔走靠，这就是走靠的第一个打法，这是很顺势。就是顺势打法的特点，第一个必须要顺势给劲儿，第二要根部随步，第三要缩身，第四要往出靠。无论走靠、肩靠、垮靠，它都是这么四个步骤。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演示，一下这个动作。第一个，我打出对方捋住，捋住他要往出摔我，往前一摔，我根部缩身，啪，顺着打出去。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打的时候，大家看到动作很简单，就这么两下。也就是真正的武术，不在乎架势的好坏，动作的难易，往往简单动作可以出取胜。因为真正动作打起来，你这么绕，那么绕，绕来绕去，都需要时间。在时间上呢是不让的，因为互相俩人打起来以后，俩人交手，各怀争胜之心。出拳要凶猛，打手要狠。因此的话，在瞬间的变化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像第一手这个，必须顺势就打。你如果换是这手那手，对方也在动，对吧？你就会吃亏的。这是第一下。第二下，比如对方打进来，看到对方打进来，我让开了，
用拳打呢，由于距离短了，力量发挥不出来，用肘打，一让啪用肘打，这也是等于顺势打，顺对方势打，快速来一次，看到吗？就这个架势呢，必须上下协调，绝对不能有散架的地方，也就是形不破体，力不出尖，在形状上，在体型、外形、动作上，绝对不能有破绽，否则就会吃亏的。这是的。第三个，走号打法。这也是顺势打，就是对方搂我头呢，我一这个手一挡，一缩身下边啪，轻轻往下一坐，对方就受不了。因此的话，在那个靠打里边，常常有时候这个靠打能够多必躲奇功，对吧？给大家演习再讲解一下，对方靠进来了，哎，这我上边一逼，这个拳已经在其中。稍稍一抖，对吧？这就出去了，很简单。但是这里边怎么样？要随步，步要随上来，动作高低起伏要非常自如。劲力随在手，旗更在腰，腰的旋转带动全身，一定要做到这一步。下一个，比如对方抱我，看到了。肘打，咵，用肘打，而且眼睛呢用余光又飘着对方。肘打，慢动作解释一下，在对方即将抱的时候，必须撑下来，用肘直击对方，出去。这是这个肘打，这是进攻性肘法。还有防御性走法带进攻，比如对方打进拳来，嘿，走，这是走，啪！大家看这个上下翻腾要做到，像龙虎一样飞腾起来。这个动作给大家解释一下：打进来以后，防御走法，截走，截下走来，用裂走的办法。这是裂肘，啪！太极拳里边的斑斓锤，裂肘办法打出去，对吧？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，打进来，快手，走，对吧？这个步子什么时候进，要掌握好时候。下一个动作呢，就是也是防御性带走法带进攻。比如对方走打过来，看到没？横走，在这儿，给一个侧面打进来，啪，用肘击。这个肘击呢，就是防御性的，然后呢，进肘，看到没？这个，再给这个角度来看一下，啊。对吧？这个走击走步打法大体上是这个情况。如果走步用好了，效果很好。因为什么呢？肘击手背的终结，横吹坚毅，上下翻腾，贵在屈使。只要屈起来，它是很可贵的一个武器。是这样，靠打里边肘靠是主要的，下面还有肩靠、胯靠、胸背靠。肩靠、胯靠呢，在那个武术里边被戏称为出将。什么叫出将呢？就是大家下象棋的时候都知道，出将、出帅、出将。既然是出将，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下棋的时候不可能第一步就出将，往往是在被制动的时候才出将。既然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必须顺势，不可强为。但是如果运用得当，必躲奇功。比如
我打对方，对方下令，嘿，走，顺着对方劲儿靠出去，这就顺势，不是强求我上来我就要靠你，这人家手是活的，人家就可以进攻你，对吧？因此必须怎么样呢？在顺势，你打对方嘴，哎，走，看到没？这就肩靠，这顺势，对吧？还有一个，比如对方要搂你，对吧？同样看到吧？刚才走靠，现在肩靠同样可以起到作用，是不是？肩靠。再一个呢，比如对方抓你，对吧？往前一搂，往前一搂，顺势靠出去，就顺着对方搂的劲儿，哎，顺着给他，你要我给你，毫不保留靠下去。这个靠叫醉靠，好像醉汉一样，啪，靠过去，对吧？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醉靠。还有一个靠打呢，肩靠呢，用后肩靠。这靠打往往是在对方旋转的时候用的，比如对方打横贯锤，嘿，张。横贯锤用后肩靠住，对吧？让开，这个解释给大家是，打上来以后要让开对方的势头，之后对方这个力暴露，后背肋骨暴露出来，把肩靠出去，蹲步肩靠，这就是肩靠打的应用。与肩靠相对应的有垮靠，垮靠呢和肩靠意思一样，但是垮靠比肩靠要求比较严格，必须这里边有一个什么要求呢？就是尺度的问题。肩靠距离稍远一点可以，垮靠不行，所以说它讲究是寸，所以这又叫一寸靠。比如对方打上来给一个侧面，哎，上，嘿，垮靠，必须要掌握好尺度，掌握不好尺度不行。你比如，我踢得太死，靠不出去，太远，打不住，因此垮靠它有一个尺度问题。再一方面注意，就是垮靠和肩靠呢还有个腿部的问题。肩靠往往是一上腿啪，看到没，落腿的同时肩就进去了，垮靠呢往往是落腿以后才出垮。因此肩靠与垮同步，肩靠与腿出腿是同步的，垮靠与腿稍滞后于腿，稍稍滞后一腿，而且呢肩垮互围，又可互制。我在靠打的时候同时肩垮，同时垮，同时上去可以，但是也有互制，就是对方肩垮靠我，我可以闪身用肩靠打等等，这种情况互制互围，这就是肩垮靠。兄妹靠呢，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演习过一次兄妹靠，这回呢给大家再说一下，就举一个例就行。背靠也有一个尺度问题，胸靠也有个尺度问题，胸靠和背靠这里边呢必须要掌握好火候，否则你靠不出去。你比如背靠，对吧？走，借着那一耸肩，踏着一耸肩靠，收至后靠不住，再靠前人也你也靠不住，人躲开了。因此的话胸背靠它有个时差的问题，时间差的问题，这就是靠打。那么在靠打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训练，对吧？我打对方雕手上步靠，哎，练习靠，然后
我打，对方又叼手，靠，哎，这么练习，哎，靠，可以用肩，可以用胯，啪，好，这就是靠打，腿法的应用，腿部的进攻力远远要比手部要强，正确的应用腿法，可以有效的制服敌方，但是因为起腿半边空，因此起腿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来做掩护，或者呢随机行事。第一个远距离性的腿法，看到远距离腿法必须在对方打进来以后必须自己用手来做掩护，如果只是简单的起腿，很容易被对方一回手叼住，这样的话就反而成了败局。因此啊，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起高腿起圆腿也可以，如果得势进攻力很强，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对方留出空隙，也就是要用手来做掩护。太极拳里边的封脚，你比如封脚手在上面，摆脚手在侧面，这个手的意义就是做掩护，一定要注意，对吧？你比如对面侧面打，嘿走，看到手要做掩护，摆腿手要做掩护，如果没有手做掩护是很危险的。有道是凭空不起腿，起腿半边空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凭空你就起腿，这样的话很危险，对吧？或者是怎么样顺势而起腿，你比如对方攻进来了，已经在他的手法无法回的时候再起腿也可以，对吧？攻进来了无法回手起腿，啪一腿。远距离腿法有踢腿踹腿，刚才那个是踢腿，啪踢腿，有踹腿，啪踹腿，也有摆腿，像第二个那是摆腿，这是外摆，啪，有里摆，啪，摆腿，还有合腿，跟里合，这属于合腿，那个外摆里合这种腿法。因此啊，腿法里边远距离腿法大部分就这样。下面说近距离腿法，近距离腿法呢有勾腿、勾、撩腿，还有呢踹腿、下踹、跺、踩，你比如像踩对过来踏踩脚，对吧？跺膝都可以，是近距离腿法。近距离腿法也用手做掩护，但是意义不大，手的掩护已经意义不大了，而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就是手脚在并用的时候用这个。你比如第一个，对吧？打起势，啪，勾腿，然后再跺那个，这是近距离腿法的应用。转过这面，做个慢动，给大家做解释。起来，勾起腿来，踹这个腿，这一腿很毒，可以说在武术里边这叫毒手。那条腿是再不注意，对吧？因为这个腿法里边的训练呢，要注意这个情况，对吧？这是第一腿。第二腿呢，你比如像对方进来了，扑进了，跨，顺势让开他的拳，直接用腿，因为你的腿长比对方手要长，在他手没过来的时候腿已经蹬住了，对吧？蹬膝盖，这是近距离的第二腿法。还有呢撩腿，刚才呢都勾腿踹腿，还有撩腿，比如对方打上，嘿走，撩起来，这个把对方腿打撩起来，下面动作就好做了。你比如下来，还是给大家做解释，上来让开他拳，起腿，如果底下再用他就肯定要摔出去的。所以是近距离腿法是手的手法和腿法结合的应用，远距离腿法往往是属于进攻性腿法，要分清楚这个道理，对吧？还有呢，你比如对方攻进来，说攻进来，
用肘，用那个膝盖让开对方的肘，直接撞击。给正面，大家看，慢动作，让开，直接用膝盖撞击。哎，这个，这是用膝顶。这个呢，在太极拳里边有一个起势，有一个提收膝顶，就是这个作用。下一个腿法呢，憋腿。对方比如打进来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，看到？给大家做个慢动作。打过以后，自己腿憋在这，用你的膝盖侧面给他侧面憋腿，憋出去。这就是侧腿的用法，憋腿。和他类似的一个腿法呢，属于下踹打下来。在擒拿的过程中，起腿叉，看到吗？侧跺，侧跺再下去，这腿这就开了。因此，这个腿法属于侧跺腿。这还是上边是龙形式，太极拳的里边有个龙形式拿法，上拿下踹，哎，啪，上拿下踹。这就是太极拳腿法，近远距离腿法和近距离腿法的应用。在临场实战的情况下，各种战争情况瞬息万变，各种动作在一瞬间都在变化。因此呢，必须要功力醇厚，手法娴熟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好几种类的手法和腿法结合起来使用，其效果更好。往往就是不能单用一种手法，在手法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变换手法，在中途变换手法。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下面的一个问题，综合手法的使用。综合手法呢，就是打法、踢法、拿法、靠法，所有的手法能用则用，能施展就施展，也就是头撞膝顶，手打脚踢，对吧？肘击肩靠，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往上使用。这就是真正在实战过程中的，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而采用的。下一组动作，综合打法。什么叫综合打法呢？就在实战过程中，在临场实战时候，情况瞬息万变，手法在不断的翻新变化。因此，为了适应于打法，不但要大胆泼辣、心细，而且要手法娴熟、功力醇厚。往往是综合性的手法的组合应用，会发挥更好的作用。比如拿打结合，将拿法和打法结合起来的用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好，这是太极拳里边的单边手法。这里边用左手拿住对方上来的手，用右手直击对方头部。这里的拿法不是刻意的去拿，而是随手来拿，就是能拿就拿，拿不住就打，对吧？拿是为了打而铺路的，拿的目的是为了打，而拿的过程呢和目的呢含有作用呢，它是为了使打更方便更好。如果要是没拿住一打，对方可以往后一躲，可以打空，但如果拿住再打，一般躲空的机会就要少。因此拿打结合，它的要义就在这里，重要作用就在这里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比如这上来，这是用一个手的拿打。这个拿呢，给大家讲一下，打上来用大背夹背拿，在对方拿的过程中然后再打。这时候呢，在对方往出抽手的过程中呢，他就要发生动作滞后，就要吃动，这时候你打对方作用就更好了。所以说这也是拿打结合的一个要义。再下一个呢，比如打上面这个，
这也是拿打结合的一种方法。这个拿呢是泰拳里边提手上势，就是给他打过了。打上来以后，为了更好的将对方打出去，如果拿不住，我这一打，对方一跳就走了。而采取扭背、大背擒拿，这时候对方已经暴露无遗，再往出打对方会摔得狠狠的。因此这一下，你看大家再看一下，这一下拿的时候。 拿住，在夺的过程中，对方就已经占卜了。这时候再打出去，就会摔得更好。这也是拿打结合的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比如我打，让对方叼住手背，立马上小金丝，我拿对方，对方作用被控制以后，这暴露无遗，起腿。 在实战过程中，这样的情况很多，往往是拿和打要结合起来使用，其效果更好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拿打靠结合，不但拿住要打，而且还要靠，那是距离近的情况下用拿打靠。比如我打对方，对方掐拿着我，我上手拿对方。 一拿对方身体要前倾，这时候啪再打出去，这个作用效果更好。比如咱们再举一下，这是在一耸肩的情况下，这是拿打靠结合。下来呢，还有截冲打。什么叫截冲打呢？ 一边往开截，一边打，或者一边靠，用这种方法将猛烈冲入自己内围的对方打出去。这种方法呢，比如对方打上来，这个情况，对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对方冲进来以后，我把对方截开。 正式拿走靠出去，因为打的过程中，我给大家讲过，在打的过程中，时间是很重要的，也可能差零点几秒，你就胜了。你差零点几秒，对方就胜了。因此，出手的路线尽量尽短，不能藏漏。路线太长就要浪费时间，你将被在你变化手法的过程中，就会被对方打出去。 下一个例子还是截冲打，这个截冲打和上一个有所不同，但是作用一样，就是对方打进拳来以后，我截住他，然后我打他，截打，对吧？截冲打，这个作用是这样：对方进来，你也不是不往开让，不像前面例子有让，这个不让，直接下压。 然后截住对方的冲击力，然后打。这目的是为什么呢？为了借对方往前的冲击力，就是你简单的出一下拳，也不用往出走，对方他也要自动往上撞，是为了起这个作用。因此的话，截冲打是属于借对方劲儿的一种打法，但从外形看不出来，这就是截冲打。另外一方面呢。 这个腿的用法很多，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腿的用法了。在综合打法里边，手和脚的结合，手和腰等等各部位的结合，非常重要。你比如对方打过来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是手和脚的结合，就是什么呢？对方打过来以后，一上手打上面。 作用，比如连上带下，同时起。这个手呢，打上边的对方的颈部或者是头部，这个腿呢起来打出去。这是泰拳里边的沙腰压走势，沙腰压走势这种打法。在手和脚的用法里边，还有一种将膝盖用上去。 膝盖用上去，比如对方撞过来，往后一坐。
台七，直顶对方的面部。这种打法，其他拳里也有，这叫玉石碰筋猛。在太极拳里边呢，这个是叫提式，对方一来，砰，提收式，对吧？就提起来。同样旗杆，我们还有用法。你比如对方要抓我，抓我，嘿，旗，上边夺走，下边顶裆，这是手和脚同时用。你比如，嘿，走，对吧？这样，手和脚同时用，这样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其作用更大，对吧？手和这个在太极拳里边，白猿献火，对吧？这个用法。再有一个用法呢，比如对方冲上来要抱我，一闪起，这个是怎么样？把对方这个手拿住，这叫反掰拿。反掰拿住以后，他不由自主的头往下来，然后用旗杆撞击对方的头部，这就是手和腿的用法的，举几个例子。下一组动作，大捋。大捋的手法是一种特定的手法，它存在着旋转、打掌，存在着摔、拿，也存在着贴靠。因此的话，对大捋要格外的注意。由于这大捋是顺着对方力量的来源而打的，因此有时候又叫它顺手牵羊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刚才看到了，大捋分了六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对方打进来，雕手；第二步，残背；第三步，顺着对方的劲力侧步转体，然后缩身打掌。在这个动作中，有一个旋转的问题。如果要你是在中间呢，你是在圆形的中间，对方是在圆形的外边。在转体过程中，你旋转半径小，对方旋转半径大，在脚速度相同的情况下，他的线速度会很大的。这时候他就按正常速度就吃不消，很容易打飘起来，你再给加劲儿，就把对方打出去了。而且呢，在加力的时候，是在逐步加速、逐步加力的情况下打出去的。因此这种打必须要很熟练的，要顺着对方力量打，当对方力量来得越猛，摔得 越快。就打摔出去了，这里用这个时候打是朝这面走，就顺着对方力量走，这就是大捋。在大捋里边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对方打进来，顺着这个在捋的过程中忽然起腿走，这叫大捋摔。这个的作用是怎么回事呢？顺着走，对方在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不捋了，我给腿。给他腿上加一半，用手来抱腿或者是别腿，将对方摔出去，其效果一样。这是大捋摔。但是有时候往往在打的过程中，对方打进手来，有时候你接手接错了。你比如对方打进那个手来，我不是这么摔走的，而是这么走了。这么走以后，你再朝这面走，你的侧面就暴露给对方，对方这一手一上，就等于我跑的背，我跑到对方的前面了，对方跑到我的后面，打我很方便。在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走，朝这面走，这是属于大捋里边的另外一种，这叫裂走打。重来一下，让看一下，走，走。这就是裂走打，
就是万一方向刀错，在一接手的过程中反应过来，马上改变方向。因此的话呢，在打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训练，加强练习。在打的过程中，要眼睛要瞅准了，要大胆心细，勇猛泼辣。因为俩人交手，各怀争胜之心，谁都想胜，谁都想把对方打倒。出拳要凶猛，打手要狠，要类似鹰要下机场，好像老鹰下机场那样凶猛，这才是真正的武术。在打的过程中，要藐视对方，藐视敌人，不能哎呦没打就害怕，要藐视敌人，眼要避人，技要克人，步要过人，身要扛人，等等，全身各部位你都可以用上，要藐视敌人，而且要心静体松，心静下来不上浮，你才能够气不上浮，气不上浮的时候体态松灵，你就可以内气集中，可以集中力量来打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呼吸就可以通畅，手脚就可以相应，你真正的打法不过一开一合，一哼一哈之间，因此一耸肩的时候，因此必须要注意好。在大旅打里边还有一种就是很好的训练，如果对方理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就要随势而靠。下面呢有一组靠打的练习法，现在开始。对方理我，要大理我，我根部靠，这时候呢对方要出手打我，我侧步又理对方，对方根部靠，我又打对方，对方又侧步转体靠我，嘿大又靠近，嘿走走走走走走，好，这是一组练习法。